在长沙是吧？可能昨晚改那个程序的时候，可能漏掉一点东西，它现在有一些很多问题。就设那个坐标的时候啊，它比如说我定 Q 点的话，然后一按它就直接就跳到下一个去了。就让它，对，比如说我从 Q 开始按下一个，就直接就跳到最后一个去了。没有啊。那你错了。对，就是它完全是有点乱来的，就是那个，就那个触摸屏那里啊，它就不是一个一个按一次再弄下去，它是直接就从 Q， 哎呀，本来就 Q W E R， 哎呀，这样，不是我要对一个一个字母嘛，师傅，你只看到这个印，然后都没有看到东西，为什么看到印模板呢、啊？知道没有？就说它不是一个一个往下跳的，它就转按两下就直接就没了，整盘就没了。但是按下一个就直接到了最这一行的最后，然后就唰就关掉了。我没有按确定啊，我只是按那个上面那个、啊，下一个，有两行都是这样子，第一行不会这样子。就在 QA 在三行都会这样子。他有时还为我设定的话，他还会。你看那个 A 设了两次，对，印了重复在一个地方印两次都有，会有。不，那个 A 呀、啊，啊？但是他好奇怪，你看那个 A 字，我永远设 A 字，他就总会在 A 字连续印两次。程序里面应该不会有印两次的程序吧，对不对？我今天试就是这样子，我。是啊，我也奇怪，一开店一通电又会这样子。没有，我没有印双色，我就印单色，我选是单色，但是我选的那个位置是双色的那个位置，就。单色，但是我选的那个坐标，就是说我印刷的那个坐标是，我印刷的坐标是双色的那个位置。Z 也会印两次。啊？我说那个 Z 也会印两次。因为没有，因为他你听我说完嘛，我昨天一天都在调最右边那一排嘛，那一组嘛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就是以左边这一组作为第一色印这样子的。为什么？我知道，我是按双色去，按单色去调制来机的。我第二色的坐标我都没有调，我没有理第二色的坐标，我没有设第二色的坐标。但是我那个位置我就不是印右手边那一排，我是印左边这一排去找那个点这样子的。是啊，他就是会嘛。我们现在我无论我怎么写 A 字呢，他会重复印两次。以 Z 呢，它也会重复印两次这样子的。